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啊！高屁高脸高头。大型赐福超级兽诀宝箱现场，五开辛辛苦苦一个月也要来试试手气。25本兽诀，第一本没上电视，第二本没上电视，第三本没上电视，第四本高级偷袭，直接看第四本啊。好，第一个宝本啊，第一个宝本，宝本可能小亏，黑宝石，哎，等于月亮石，哎，他为什么得奖励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呀？就先来个弹窗，再放到包裹里，也不是测试区啊。来，再来，不要拉闸，高币，第一本高连，第二本高币，第三本高通，第四本高吸，第五本高液。好了，兄弟们啊，第一本是高连，第二本是高吸，这两个直接回本再加赚啊，赚了三本垃圾兽诀啊。第一个号宝本，第二个号小赚。没想到道人这么改以后，咱们点起来还挺方便的，打怪的环节不用看，就看一个决战啊，还能顺便了解一下他的五开搭配。前两个是宝本加小赚，第三个该血赚了，血赚，兄弟们直接看第三本，我直接公布答案，高级必杀。 OK， 第三个小赚合纵法连赤血追击和高级敏捷啊，第一个赚了，第二个赚了，第三个也赚了啊，都在赚，那谁在亏呢？没抢到的吗？扶持卷轴，游戏币和游戏币，就如果你不带门票的话，就只能获得到这些基础奖励，其实也还不错了啊。20分钟，4天的更新。第一本兽诀没上电视，第二本兽诀没上电视，第三本兽诀上了电视，第四本兽诀上了电视，第五本兽诀上了电视，1250、1400、2200，这个应该是小亏吧。对了，最近我在做收号，兄弟们有想快速脱坑的可以主页滴滴，出不出也没关系，多对比总没坏处，兴许我就帮到你了。第一本没上电视，第二本没上电视，第三本没上电视，第四本上了电视，第五本没上电视，完了，兄弟们完了，前面的四个不够这一个的，泰山压顶，地狱烈火，高级精神集中，高级敏捷和高级鬼魂术。本来前四个让兄弟们很难受啊，最后一个让兄弟们舒服了，我又难受了啊。啊，一只连击必杀夜战招架的4/4五技能的宝宝需要打5红技能，兄弟你千万别上头，你千万别上头啊，五技能招架有点僭越，等会儿我给你看看再说啊，你先别着急动手。好，首先获得了8万的游戏币低保，第一本魔兽要诀，超级超级，兄弟们一本偷袭，一本魔心，一本偷袭，一本魔心啊！第一个偷袭，第二本水漫金山，一本魔心，一本温雷，一本禁忌必杀啊！有可能出超级的，因为他门票是拉满的啊。先开小宝箱，一个红玛瑙，基本上小宝箱是10万左右的收益啊，这就过10万了，这是20万了，24万，再加9000，25万。兄弟们上电视，全服通告，来自于江苏三区正怀楼，你是我的眼，获得了超级否定信仰，一本法爆，一本法波，一本高级连击。哦，是我吗？是我吗？是我吗？哦，不是。立的，等2分钟，别着急，先看一下上一波的兽诀啊。一个高级名词，一个高级连击，一个高级法爆，一个高级反震，一个法波。啊，刚才那车有高偷不亏，这车有高连不亏啊，这两车都不亏啊。嗯，超级吸血没有那么屌，超级。啊，老王，超级兽诀的箱子是直接不一样的啊，就直接箱子都不一样，咱们这种普通的箱子就没有超级了是吧？啊，他妈的，一本高币又赚了，耶，高币高连高头高招架，刚才谁说打5红4/4是高币高连高头高招架了？这是五4本兽诀啊，3本T0，再来一下，什么鬼啊？你这15个，以后开道人就得用我的 IP 啊。没有特殊颜色的，第一本高级钝器，这个一枪是给那个仨字人带的，那哥们儿那仨字叫啥？还好出了个必杀，不，我都担心出了垃圾兽诀，你说老王，你还我5个红色魔石就行了啊！一本高币，一本高偷，一本高币，一本高偷，我的天哪！一本高区，
兄弟们，咱们是帮人代打的。看看柯震恶怎么说，出超级的话有分红吗？那肯定有呀，啊，咱们都是一个屯子里的人啊。第一本没上电视，第二本高级夜战，第三本没上电视，第四本高级联机。兄弟们把难受打在公屏，精心一键高级夜战、高级幸运、高级联机、高级合纵啊，联机加夜战足以回本五个本，赚了个精心一键合纵和幸运啊，但是他没法把上一波的赚回来。然后是钝器、隐身、必杀、偷袭和驱鬼，